Hello，晚安。小心播个音乐。DJ 抓了 beat。晚安，你们吃饱了吗？我没有在吃，我在画口红哎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大家讲。我今天是个天气错误的人。今天是天气错误的笨笨。没有啊，今天天气很好。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天气错误。哦，你还在吃苔藓？我刚才问你了。在吃了没？然后我就忘了，他忘记我问这个问题。今天很热，但我今天穿毛衣，这个神秘的国产品。我太夸张了。没有啊，只是昨天晚上绑了辫子，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会变成卷卷发，零成本卷发术。反正这样头比较蓬的话，让我看起来脸比较小，看起来比较那种。就像一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是特别美丽。对啊，我在想我以后可以烫一个卷。我觉得如果我不染也可以，但是就想要烫一点卷。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他虽然是黑发，但是他卷也是很好看。但是如果去烫卷，他就是每天卷，但又不想要每天都是卷的，想要偶尔当黑长直，偶尔当黑长卷，但是又想要，但是我要卷头发就好。我也觉得有点波浪，就是有一种，就觉得这个女生很矜持的感觉。就是不要太多卷，微卷，不要太多。
他现在就是长这样。好的，今天是11月10号，礼拜四。但是我很不会卷头发，每天都很可爱。11月10号，礼拜四。那个，明天是双11耶，大家有要买什么东西吗？对啊，但我很不会用电棒，其实我没有塞满。我不知道要买什么，但我应该会蛮想买衣服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没有看到那种真的让我很心动的杀价的那种感觉，就没有真的下杀很便宜的东西的感觉，或是我没有看到。但是我就是看到那个虾皮的页面，就点进去，但是就觉得没有什么资讯，资讯量偏少，就是点进去他也没有特别推荐你说哦，现在什么限时大促销的组合，然后叫你11月11号要购买，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讯息。反而觉得蛮奇怪的，他不是应该要推荐一下吗？说不定我就被推坑，但是他没有推坑我。你说免运券吗？说的也是，就我只有看到免运券，然后其他的都没有看到，就想说很没有双11的感觉，就是觉得没有看到什么特别促销的东西。他不是应该要推荐我特别促销的东西，然后让我想要买吗？可能我原本没有想要买，但是他推荐我，然后我就买了。他都没有推荐我，我就不买了。但我还是还可以逛一下。一打开电脑就发现我还没写完的报告。那我快写完了。我这周真的是都在赶报告。对耶，明天，但我剩个结论，然后再把就是引注的弄一弄，就差不多了。我来看看我写的什么。我从11月1号到现在，就是一直有报告。我11月1号交了一个报告，2号交了一个，好，没有，2号没有，3号又交了一个报告，7号又交了一个专题，7号又交了一个作业，然后9号又交了一个报告，然后今天又交了一个报告，然后明天要再交一个大报告，3000字的报告。这个报告每个都是1000字起跳的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对啊，而且我最近工作也没有也没有到没有工作，那我还是有 handle 住哎，很棒！这布丁，给布丁一个赞。但我昨天还去那个。我昨天还去 Hit FM， 但我回家又打报告，回家就打了，其实也没有花很多时间，因为昨天也蛮早结束的。有些是比较简单的，就稍微认真一下下就可以搞定，但前提是要认真。但这布丁的这个关键就是，只要明天要交，我前一天就会超认真。没有啦，但还是会，还是有超前部署。像我明天要交的报告，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，大概从上一个礼拜开始做到现在。对啊，期中报告有3个期中报告。1号交的那个期中报告几个字啊？1000而已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写的很多？
觉得我写了很多，好像也没有很多，我来看一下，就是在写期中作业。但是11号那个我好像就是10月底就写，就是某个假日就把它写一写。哦，2000字，我以为我只写1000字，但我觉得我写很多，就是2000字。我来算我总共写了几个字，1号这个是2000字，然后这个是1000字。哎，这个是多少字？这个专题的部分，这是1000啊！哦，谁送红包？谢谢水锤，我抢到吗？我抢到48了，谢谢。没有，因为我要每个点进去，我才知道我写这个赞。专题在哪里？专题，砖头，砖块。谢谢红包，你在鼓励我很努力写报告吗？我真的是报告人。我没有我的，找一下。期中不是，期中报告不是，期中作业不是，在哪里啊？期中报告是什么？哦，期中作业是什么？哦，课堂作业心得是什么？哦，我的那个，我的专题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直接去我教的地方找，我就知道了。不对，可能那个是 PDF。哦，我就看那个规定几个字，我就知道我大概写了几个字。很坚持，一定要算完自己写完几个字。这一两周，专题。哦，不少于1000字，反正就是1000上下。1000字，好，经济学对就不算进去。这个我写几个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因为太多我都搞混了。有，我都已经交了。只是我看一下这个几个字。要找几个字，版面配置不是，显示不是，怎么找不到了？哦，校阅啦，字数统计，这样是多少啊？2649，好，算2500，2500。然后这个是1000，这应该有3500哦。这样就可以凑整数了。3500再加上2500是6000，6000、7000、8000、9000，11000。11111，没有11111000。不会，我通常只会不会抓超过太多，就刚好超过一点。11000，对，我在算全部总共加起来的字数。恭喜这部兵完成了11000，好，希望完成11000就有11000块。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就是慢慢打，就是总有一天会打完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脚印，发现
现什么？发现我自己很棒，应该是头发的关系。我需要蛮牛，是还好啦，我还蛮好的。但我的速率更是非常棒，正解。好，晚一点来剪。而且我今天早上出门剪一下刘海，因为它如果太长就很容易乱跑。像昨天就有点长，所以就是它会乱跑，不会像现在这样乖乖的。而且它怎么感觉变厚了？所以我前阵子有把它剪它厚一点。对，好，它现在是没有空隙的状态。对啊，没有，就是刚好变长了就剪了。但现在我没有，我自己剪的，我都乱剪了。拿小剪刀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好了，没有，没那么快，就稍微对一下。对啊，要公演了，就是厚一点，它比较不会乱跑。我 OK 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，绿色公演，区一点简单的东西。姐没在怕的。感觉下周剪完什么意思？现在就要剪什么还是晚一点？好问题耶，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个，我都忘记还有发型这件事。那我要什么发型？没想法。好，晚一点吧。但你们要记得提醒我，我的记忆力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不要高估我的记忆力。是没错，但没有讲到问，就是双层起司厚片，双层起司牛肉堡 ，New Jeans 发型是哪一个？我最近做的事情好像蛮多的哦。今天是礼拜四了，我们上礼拜四在干嘛？考大家，是我个人也没什么印象。我们是不是在唱歌？是上礼拜。空气的话，那我现在显然没有很空气。哦，对啊，我有唱歌。对，然后还有讲那个万华大闹热的，要怎么开股东大会？我其实也没有开过股东大会啊，怎么会叫一个啥都不懂的年轻人开一个股东大会呢？上礼拜六，万华大闹热，就是去那边散步了一下。我穿得很粉，但是可爱的粉红色。先准备一题，罢免卡丘股东。对，就随便，你没有随便，就是稍微拿一下。哎，这件衣服粉红色。然后我也有粉红色的帽子，然后就刚好就搭了一下。正董十四万华，对，蛮好玩的，吃了蛮多东西，有买到我很爱的梅口松饼，虽然有人说它有点干。但它也有很好吃的时候，但我还是喜欢吃，我很爱吃梅口松饼。
我们上次因为上海很喜欢吃梅口松饼，所以我们上次有一次因为很想吃，所以我们就跑去一间电影院，它刚好有卖。因为原本那个什么中正纪念堂那边里面有一个小店在卖，但它现在就没有了。我们以前都会去那边买，但是现在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前阵子才去一个电影院买。然后刚好那边也有那个电影院的那个摊位，有些电影院好像有，对，现在很少看到了，越来越少。哎，我之前还有在虾皮买过梅口松饼，就买了一盒，哎，应该是就是它那个原厂的。那就买了一盒，然后自己回家气炸，或是烤箱烤也可以，因为太想吃了，买了一盒可爱的梅口松饼，我忘记几颗了，二十几颗还是四十颗，我忘记，应该二十几颗，就大家分着吃这样。对啊，以前很常出现，但最近就比较少出现了。那天刚好有买到。但是最近还好，偶尔吃就好了。不是每口松饼东西很稀，啊，还有红茶冰也蛮好喝的，蛮解渴的，消暑，酸酸甜甜，然后会让你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感觉。虽然我等到时候不输了，我没有。第一开始没有拿到，那我后来有拿到三粉圆红茶冰，有加三粉圆哦。三粉圆就让我想起小学的时候的营养午餐里面，汤品有时候会三粉圆。小学跟国中的营养午餐，哇，好令人怀念的一段时光，好不怀念。其实我以前也没有不喜欢吃营养午餐，可能有些人觉得营养午餐很难吃，但我觉得就还行啊。而且通常就是有甜汤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蛮开心，就是甜汤啊、萝卜汤啊、味噌汤啊之类的，罗宋汤都还不错。欸，其实我也没有拿，我也没有看到，欸，因为姐姐后来把那两张海报拿去换成袋子，让我们装东西。不会啊，酸粉是甜的，啊，还是？整桶满满的三粉的，就有点密集恐惧，就甜汤啊，我觉得不错啊，就是可能我小时候特别容易满足，也会有芋头西米露，也会有绿豆汤之类吧，就是对，就是非常平价的营养午餐，都不会有牛肉出现。而且不是有，就是有一个那一张图表，就是说，就是大家讨厌的营养午餐。但我其实觉得荧光咖喱蛮好吃的。我这么容易被满足吗？我来看一下小学营养午餐一列表。三色豆其实在我过往的记忆里，我也没有格外的讨厌它，欸。我讨厌的大概只有茄子。不是，我怎么打三色豆？真的不是饮料是回忆，我认的饮料也蛮好喝的。这个要叫什么？营养午餐，营养午餐难吃哦。哦，对了，营养午餐难吃。我要找的那张图在哪里啊？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吗？就是有一张图，大概有九个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荧光咖喱，我觉得荧光咖喱蛮好的，啊，而且咖喱加在饭上面就比较饭就不会这么干了。荧光咖喱，然后三色豆我也不会特别把它挑出来。然后卤海带萝卜也是我会吃的，虽然我觉得它萝卜的确是不太
没有到多好吃。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捞到萝卜，我还是会吞下去。然后海带我都会特别拿出来，因为我爱海带。毛豆炒豆干，毛豆炒豆干不是很棒吗？毛豆这么好吃，然后，对啊，豆干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菜吗？红烧茄子，打妹。这我觉得面筋也不难吃啊，辣笋、桂竹笋，这我好像比较少看到。豆汁、豆枣。豆汁是不是红红的，咬起来有点甜甜的？其实我觉得那也还好哎。我小时候是多好养活啊！红萝卜炒蛋我也会拿哎，就不错啊，甜甜的。我就讨厌茄子。还有电话线，其实我以前就是它黑黑的嘛，看起来很不友善，但我还是有的时候会拿哎，就 QQ 的啊。洋葱炒蛋很棒啊，洋葱炒蛋不是一个非常棒的料理吗？虽然它蛋会一块一块的，咬起来有时候有点小恶，但还不错。辣菜菜爆，这我也没有什么印象吃过，可能辣的我都不会去吃。油菜，油菜。我吃过油菜吗？不记得了。而且我以前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营养午餐菜单，好怀念哦。就是爱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那个。哦，我以前还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每个月都会发一张营养午餐的菜单，然后就特别把喜欢的划线，就可能会放在桌垫啊，桌垫下就放一张那个这个月的菜单，然后特别喜欢的画。画荧光笔，你就知道那天有你喜欢吃的东西。我们来参考一下这张某某国中110年度下学期4月份营养午餐。哦，然后蒸蛋也是永远的爱。白饭、炸翅小腿，炸翅小腿是什么？感觉有炸的大家都会蛮喜欢的。这么好。蒸蛋真的很赞，蒸蛋真是救世主。蛋酥白菜，白菜应该也不会难吃到哪去吧。我应该找一个我以前吃过的那个，我以前国中以前有吃过这个牌子，看一下。蒸蛋很容易都会被拿光哎。而且我记得我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其实蛮多的食物都是会被拿光的，是大家都这么好养活吗？沙茶炒肉片，香酥鱼柳，真怀念，我也是会拿。双色花椰，味噌汤超爱味噌汤，和风照烧鸡有这个，仙姑菜桃汤，反正我也喜欢那种萝卜汤。我超好养哦，炸鸡排不错不错。木耳鲜瓜是什么？玉米蛋花汤哦，玉米蛋花汤应该也不错，就是虽然不是到非常浓的味道，但是不无小补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南瓜浓汤好像也不错喝哎，芋头西米露是甜的就开心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黑胡椒肉片，就很正常。枸杞冬瓜汤，冬瓜汤我就还好，可能我冬瓜汤我就会只喝一点点汤，一小块冬瓜。巧达汤，对啊，我怎么那么好养？咖喱鱼是什么？哇，还有鸡米花，姜丝海牙汤，这也是赞赞的东西。哦，也会有米粉汤，米粉汤也很好喝哎。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怎么感觉我以前都没吃过这些东西啊？就营养午餐有哎，三粉圆甜汤，也有绿豆薏仁汤。哦，酸辣汤也很赞，感觉姜丝海牙
然后蛋花汤，不喜欢冬瓜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南瓜炒米粉其实也不错吃，我记得以前它会有特别，就假如说某一天是，假如说日式的，或者是其他泰式之类，我记得以前有这种，几乎很少重复哎。我记得会有，就是某，假如说这个礼拜是什么什么什么粥，达美哦，你不喜欢南瓜，我也不喜欢吃南瓜，但是我觉得南瓜炒米粉很可以，就是它南瓜不会很多，就一点点。就我们他会配合那个学校，假如说这个礼拜是什么粥，他什么这样像什么皮蛋粥粥，这是什么什么国的粥，假如说今天是日本粥，是这样吗？日本粥，然后他可能就会配合那一天那个礼拜某一天是日本的料理这样，但也不是真的大家想的日式料理那样，就是只是配合日本一点的食物，例如说味噌汤就会出现。你不喜欢吃瓜，好，这就是很突然的营养午餐，不是高级的，不是高级的。对，然后他可能就会中午时间广播就可能会播，可能那个国的歌之类，国家的音乐之类的。哦，对，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节庆，可能会吃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吗？哦，至少冬至可能会出现红豆汤圆，它只是搞一个伪仪式感，然后就请营养午餐也配合一下，但吃的东西也就那些，就是还是局限在那个营养午餐的小框框里，当然是不会突然出现什么高级的料理。哦，包糕总对，国三的时候营养午餐就是包糕粽，给你一个包子一个粽子，糕是什么忘记什么糕了。以前会高中的时候刚开始进入高中的时候会，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个什么热食部实在是太多人了，就是排到心很累，然后就是有时候又不见得会买到自己想吃的，就要排很久，然后就是会不知道要吃什么嘛，就是不知道要吃什么好，就还要自己特别快去买这样子，然后就怀念以前，就营养午餐的时候都不用那个，都不用想，午餐就会在那边出现，都不用自己动脑想，也不用自己跑出去买。但是叫外卖你还是要自己跑出去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不会怀念了，就是他都会帮你搭配好，你都不用自己想，都不用自己烦恼你要吃什么。尤其是像我这种选择困难症重度患者，如果要想不要吃什么，都会觉得很烦。但是会轮流台餐，因为前世都讲台餐，就是讲什么，突然很模糊的记忆，通常都是值日生嘛，很多人就会一直迟到，迟到就一直当值日生，记得就是从把那个餐盒从教室这样子走下去，然后走到校门口，那个货车会停在那边。我们以前常常会一坨人，就是大家一起去，就明明不是我台餐盒，就刚好朋友在台餐盒，然后我们就一坨人下去，就是顺便散步，然后一起去搬那个餐盒放回去，然后就顺便走路聊天，国中的回忆。这么好哦！哦，台到教室，我就有点忘记，但台回去是放回去。哦，你说大学嘛？对啊，就是现在时间比较多啊，我可以慢慢想你要吃什么。
应该也是有翻车的问题，其实之前一定有遇过翻车问题。哦，对啦，对他们都会那个推车都会，那个快走，哦，好怀念哦，就是那中午第四节课的时候，快要下课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咕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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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你就知道便当要来了，午餐要来了，然后你就会听到咕咕咕咕，然后他就把那个餐放到阳台、窗台啦，阳台、窗台上，然后就知道哇，午餐时间要到了。然后一到学校，一下课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菜，或者是你体育课一下课以后，然后回到教室就可以吃饭了。哇，好怀念！对，他就会经过走廊，然后就空空空空空空空的声音。哇、wow ！我距离国中多久？四年吧。哎，其实也没有很久，感觉很久了。对，就是推车就会空空空空空。哦、oh ，对，我国中也是吃营养午餐。其实我也忘记到底是什么时候有台，什么时候没台。忘记了，但记忆里是有那个送餐的人空空空空空的声音，然后就快下课了，然后就可以吃午餐了。差不多了，就是高中。真的、哦、太多了吧？提早半小时搬东西要那么久吗？好坏哦，是多饿，好久以前的回忆了。四年，哇，营养午餐真是有趣。哇，这个还有炸地瓜球，这么好哦！以前也会有鸡块啊，就一个人只能拿两块。虽然那个鸡块也不是说特别好吃，但是对比其他的东西来讲，就是已经算是比较好吃了，那就比较开心。我高中也是蛮少带便当，就可能一个礼拜一两次而已。但现在大学就没有带便当环节了。对，鸡块一定不会剩，一定是拿好拿满。鸡块在营养午餐中是王者一般的存在。没错，谢谢鸡块的贡献。学生的回忆，那个开心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。小学生，不知道现在学生吃午餐是什么。应该还是差不多，我刚刚看的那个菜单应该是最近的，那可能吃的还是差不多，那就好，大家可以经历一样的童年，对，一样的营养午餐童年。所以没有人要吃哦，还是会有人想吃吧？对啊，就不太会重复。所以可能你就是这今天喝到味噌汤，下次要喝到味噌汤，就可能就是下礼拜了，不下礼拜，下个月。最期待的主食不是都是饭吗？主食就都是饭，而且很常会有紫米饭，多健康。哦，就鸡腿排，炸鸡排，哦，也会有油饭呢，但炒饭好像没有很多次。Hello， 他好像没有什么长进了。
大概就是目前可能会想这样讲一阵子，就是算是发展到一个成型，发展到一个期瓶颈，不是瓶颈，就是它成长到一个阶段，就像你怎么讲，你人呢、啊，人也是，你小时候是，然后长到，你看像我现在18岁，那我可能。成长又停滞了嘛，那我可能18岁到可能38岁都是成长就停滞了，但也许我过了某岁数我又开始变化，比如说我进入到更年期我又开始变化的感觉，大概是这个原理。就像人也是这样啊，就是你要去长到一个时间，然后一直维持这样，然后到某个点，你又让人也有青春期嘛，青春期你成长，长成一个成人了之后，你会一直当一个成人一阵子，蛮多年，然后你才可能变更年期，然后你才可能变老人，大概是。这样的感觉哦，就是植物也有差不多的生长的概念，它也会经历一个长期的状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以概观来看。对啊，现在都没有在长啊，长高。有的、啊，我从163变164，从163点不知道几变164。对啊。4年长得高了1公分哦，我是4年没有再长高，就是是浮动的数字，就假如说163.8变成163.4，可能变成163.6，变成163.1，再变成163.9，现在是164.1，没有再长，就是，但会说长高是因为比。上一次量高，但是也有可能下一次量又变矮了。对，就是都是一个误差值，就是大概在163-164之间浮动。但现在最近一次量是164.1，那就代表就是164哦，没有再长高了哟。就是这几年一直来都是这样。我也没有想要再长高，我想睡觉，很突然的。Difficult。我今天在干嘛呢？哦，我刚就已经在聊我最近在干嘛，然后我聊到一半，我还在讲万华大闹人，我真的很会跳主题，跳痛的人。我是跳痛的人，我没有想要长高，所以我没有想要四舍五入，164就164。好，万华大闹热。然后礼拜天在干嘛？我也没印象。做报告之类的。然后礼拜一。有，哎、欸，我还没讲完万华大闹热，我还买了，不是我还买了，对我们还买了那个鸡蛋糕，我是吃卡士达口味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虽然它有点冷掉了，虽然它有点冷掉，但还是好吃的，甜甜的，跟我一样，想吃啊，不然还有什么，就是一直在吃，就逛逛市集啊，看看大家。
都在卖些什么东西，但我眼里通常只有吃的。哦，我们还有吃卤味啦，我是吃海带，我是海带 lover。真的，我们扫光了。然后沿途经过还有看过什么？还有看，还有看到，就是卖一些明信片，然后那个什么，耳环、发饰之类的。对啊，我是都靠别人养活，没有了。卤味不错，很入味，很简略的评论。我觉得蛮好玩，就是还蛮热闹的。听课的时候，我很认真在听他讲话。虽然我到现在还是只记得一府二路三艋甲，好，其实我没有认真在听课，我可能在发呆，我可能在发呆。我擅长的事情是假装认真听讲，有啦，我就是有认真在听讲，但是有没有真的吸收进去又是另一回事。哦，我记得他说什么，就是怎么追什么台北第一街，差不多。哦，对，还有什么交什么交，顶什么，叫什么？顶下交拼，顶下交拼。他们在那边那个交商，就是，但是就是以前有学过的历史。有，我有听进去，我就不信你现在去考哪一个有趣的城，他们可以跟你讲出一朵花，只有我可以讲出一只草，几枝草啊，几点咯。我前几天突然在唱金包银，昨天还前天，根本就不会唱，一直在乱唱。我有什么感叹吗？没有，我已经越来越无感了。我已经越来越，有时候也是好事，比较豁达一点，不是厌世哎，我觉得蛮好玩，我唱得很开心，因为我都在乱唱，我唱得很开心。哎，我昨天还今天有看到他。熊妹加油，子萱也加油，瑞婷也加油。虽然我根本就不太会唱，但我就是自己乱唱的很开心。祝他生日快乐！开始，明天是光棍节，我朋友明天也生日。没有啊，就是这种事情也不是我努力就有用的。是金子就会发光。我其实都已经结束了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要努力期末了哟，我也期末开始努力。啊，期末好像没剩多久了，应该一个多月一点点。对啊，没事吗？还是其实还有？我要看一下哦，我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？Let me see, let me check. 哦，至少到，对，是算是近期，可能下一次又是在三个礼拜后之类才有事情。就是进入期末了，对。嘟嘟嘟，嘟嘟嘟。
也没有放大假，就是当个就是普通的生活。虽然最近也没有特别忙，就只是一直在写报告而已，就每天花一点时间写，那就写完了。什么？哦，是疫情。啊，那他这疫情对于现在新闻产业的一些影响，还不错哦。对啊，他可能觉得我很适合广播，我很认真呢，认真的人。确实啊，最近广播去的蛮多的，认真的人。我本来就比较擅长这种访问的东西吧，超好笑。没有，我还是有想起来，我还是有想起来，好吗？就是大家看我直播就知道，我平常是一个自言自语大师，就可以，如果没有很累的话，可以滔滔不绝。所以这种访问性质的东西，就还算可以应付这样子。就可以一直讲，对，是没有到很流畅，但是挤得出一点内容，就是虽然也不是说可以讲得很流畅，或者是可以不用中断，不间断，可以不会卡住。就是会讲话，也没有讲话，会尽量讲话。对啊，咬字清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根据不同情境，现在推荐歌曲。有什么情境你考我啊？但其实我认识的歌没有很多，认识的歌没有很多。好，我刚刚讲到哪里啊？我刚刚还在万花大闹热，反正就是蛮快就结束的一个活动，就是逛逛走走这样。我希望大家就是陪着我们一路走，逛逛玩得开心哦。其实这样走走逛逛也是会累的，真的吗？那也是蛮累的，那也是蛮累的，逛街是很累的一件事情。逛街是一个很累的一件事情，这么久，还好就一个小时多，累了哦，累了要死哦，就想到什么就买什么啊，就是。也不是我，就是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要从头，就是要再回去那边再去买我们刚经过没有买到的东西。但我是觉得，有时候是那边好像没有很宽，所以有时候比较挤，人多的时候就比较。假装，然后我们有看一下，但其实也看不太到，然后就拍个照，没有假装，也是有看最后一点点，
看不太到啊，就是都被遮住了，前面人太多，就听听有听到就好了，有听到就好了，眼睛是看不太到，都被遮住了。真的、哦，恭喜你！哎，我是不是说的蛮好的？就是一个大家刚吃饱在消化的时间，很精准吧？你们要很早去吗？我叫你们不要很早去哦。我说你们就吃饱差不多过去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贴心了呢，我是贴心的。这样不用太早。啊！Oh no！ 一小时哦，还好啦、啊。谢谢我一口香槟。我讲错话了。我已经说我自己很贴心，他就攻击我。这样对吗？好嘛，不贴心，这样行不行？我不贴心，我不贴心，好吗？我不贴心，不贴心就不贴心，不贴心不就就就就就就谢谢水锤，真棒，压压惊。你也讲到了什么？什么提问？什么提问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环节？我没印象。什么？什么装傻？什么？什么提问？什么装傻？我也不知道在讲哪个。哦哦哦！聪明的人都会知道。没了，聪明的人，我也没有暗示吧，是你们先跟我讲，我才就是我也不是说在你们不知道，我会讲错话，我不是我也不是在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向你们透露，我是确认大家已经有这个猜测之后，我才顺着大家的暗示继续暗示。好啊，那我以后都不要暗示啊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没有爆雷，这不是爆雷，就是既然你们已经那个有聪明的人就想到一些东西呢，那聪明的人也就给你一点提点，请明示。你说成员呢、哦？你是在说成员呢、哦？因为上次是他们是培训结束啊，所以就是大家就已经出门了，就刚好顺路去一下。但这次就没有，就可能大家就假日就想做自己的事情喽。对，我原本的规划也是这样子，我原本的规划也是哦，没事就是。做做报告，我就说我跟他，我对他们很好哎、欸，我对三级生很好，好不好？我是那个什么，我是善良的前辈，他以为他自己花钱，我是善良的。好像是个前辈。我不要啊！确
实，但我老了，以前可能都是别人在照顾我，现在换我照顾别人，传承。对，一直以来都受到蛮多人的照顾。对啊，他们以后就不会加前辈了，熟了就不会加前辈了。之前二期也是这样啊，就一开始都说哦布丁前辈，后来熟了之后就不会这样。我没有在自己夸自己啊，很装乖是怎样？为什么要装？有可能哦，哎、欸，布丁哦，布丁，都是这样的啊。现在刚进来嘛，布丁宝宝，笑死，会有可能哦。反正对、啊，他们才刚来没多久，来多久？嗯，他们来多久？没印象，几个月吗？初来乍到，好不好？他们应该不会叫姐姐吧？忘了，没印象。我以前没有叫别人姐姐，他们也不准给我叫我姐姐。没有啊，没那么凶。你在学忍者族吗？是，我也觉得他会。他们只有差六岁哦，六岁。阿帕跟我差七岁，我都没有叫他姐姐了，我都叫阿姨。开玩笑。哦，对啊，而且还有人比我大，我也不是最老的呀。我也可以叫三七生姐姐。好嘛，七就七，气气气气气。那他才，那他要叫阿潘什么？又不是我开始叫阿姨，又不是我。对啊，怎么会叫我布布？哦，对啊，他今年十二，我也今年十八，六岁，还没，才七岁才可以叫阿姨哦。没有人可以叫我阿姨了。没有人可以叫我阿姨哦，想得美。我今年十八，他今年十二，那就是差六岁，就是没有差七岁，差到七岁才可以叫阿姨，我没有超过七岁是不可以叫阿姨的。完胜。没有，我们不是这样算的，我们是要算同一年的那个，没有再算那个差几个月的。我们是以年计算，不是以月计算的。好啊，反正，对，没有啊，叫就叫啊。没有。他本来就会这样，本来就一定需要有后辈定度，不然就活不下去。然后还有那些还有什么？想一下，差不多就走走晃晃逛逛。对啊，是蛮好的，不然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。对，还有拜拜，我要选择性忽视你的留言，不然以后公演就没人跳了，人不够了，人不够跳了，只能办一场。对啊，
的。这还真不好说哎、欸。通常会到一个巅峰吧？但我们到巅峰了吗？应该是还没。但我们会到巅峰吗？可能也不知道。会有巅峰一词之说吗？还是就其实对于整体的趋势来说非常的平缓呢？到不了，超好笑。成长空间非常非常的大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就消失了。什么？你说我讲的废话吗？他可能会有点痛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这种急速上升的趋势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感觉到，我觉得我巅峰差不多就两次嘛，就是上两次选拔。对，然后就我的成长图啊，只是一开始讲，然后慢慢的往上，一点点，入选吧，出，咻，然后再停滞三个月，再往上进选拔，也许有机会再往上。我就没了。对啊，就是刚好现在比较空。大学生了没？再上一句一点，然后就这张图就不见了。蛮好的，就会有下一张图啊。人生是有很多张图的，人生不是只有一张图，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蓝图。就是你的人生中会有很多种可能，人生充满着各种挑战。谢谢乌鱼送的缘分，谢谢阿芬送的真情告白。然后是什么？那天就差不多讲。我刚是有人问我拜拜的时候在想什么，就是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哦。不解。希望啦。哦，对啊，期末欧趴这种小愿望啊，比较日常一点的愿望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希望大家都有吃到好吃的东西，刚好运动一下，散步一下。然后就讲礼拜日不知道在干嘛，礼拜一在进行一个东西，这大家以后就会看到了，先保密，先保留。礼拜二我要去打扫，就是认真打扫的人。哦，怎么？哦，然后礼拜二我去看了皮肤科，然后皮肤出了一点问题，我觉得我擦药之后好像好一点点哦，好一咪咪。你要哦，应该好一点吧？他叫我不要留刘海了，但是我如果不留刘海，是要等我的额头好一点才能不留刘海。没有，就是额头长比较多小粉刺。那也不是痘痘，就是有些粉刺生活的比较
吃的比较营养就会变痘痘，但主要是一些小粉刺。然后我去看医生，对，家在家的话会把它弄起来，也不是，这其实已经很久了，只是我到现在才去解决它。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一年多了吧，大概从去年暑假开始，这是正常的事情，这是蛮正常的，也不是说我特别怎么样这件事情，就是本来啊，我本来就还在青春期呀、啊，各位，青春期，比方什么可能影响内分泌啊，遗传因素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或者是作息啊，是睡熬夜什么的，就是非常基本的原理。但没有，应该是没有，他应该是，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好，就是医生说他要是会好，但是是慢慢很慢的改善啦，就是看看咯，再看看，对，人家还是个少女 ，OK， 我还年轻，没有，我是看西医耶，真的吗？可是就是本来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这种问题，那个医生特别问说，你的父母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年轻的时候长很多痘痘？18岁了，人家说什么？在说年轻的烦恼。心情嗨，布丁，我刚才唱什么？他是没有脱皮，他不是那种，他不是酸那种很，不是很强那种酸类。他没有叫我吃啊，他叫我不要吃药。他说我才18岁，不要吃太多了。对身体不好，也没有对身体不好，就是还年轻，喝口水。我那台特别遮，我平常不会遮的，因为。平常刘海就是还可以撑着，但是幸好那天我有遮。其实也没有啊，我其实吃也不会吃很重口味，就是他说就先把这个药擦完，不过再去看喽，再回诊喽，就先把药，但也不是痘痘，是内包粉刺，就是它是藏在里面看不见。我今天吃，我这是固定每周四健康餐盒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礼拜四我就特别想吃健康餐盒，所以我今天又吃了健康餐盒。健康，一个礼拜只吃这么一次，一个星期吃一天，是不是？但也不是一天，我今天早上不是健康，今天中午吃了炸的，因为哦，来讲今天在干嘛？因为你先讲昨天在干嘛，好，再讲今天。我们有个时间先后，我们刚刚讲到礼拜二，对，礼拜二，然后礼拜三，我是认真上学的孩子，我早上还要先去上学，然后叫同学帮我交我印好的报告，因为下午的课要交，我叫他帮我交，谢谢他。然后就是 Hit FM， 其实我家真的是最常听的电台就是 Hit FM， 就是因为就是在一号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就是 Hit FM， 对于他非常的熟悉，对于他那个在广播的穿插的一些。那些宣传词或者是他的音乐广告就是中间的那个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的，我没有在跟你讲话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，
反正就很熟啦。对，台呼可以这样说，就是台呼。对，就是反正在车上听的几乎都是 EFM， 反正就是很熟。对对对对对，类似台呼那种，所以是最熟的电台。我们是几点去？三四点吧，忘记了。三点。点多，然后 TFM 好大哦，就它是一个完全属于它的一个那个招牌在那边，超大一个，然后整个装潢非常的亮、精美、亮丽、光鲜、漂亮。对，然后。大家十二号可以准时收听，下午一点。虽然可能你们会在看公演，但是可以听回放，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就是，然后而且时间就过得很快，就是聊个天就结束了，然后结束之后就差不多就踩个牌，然后就要表演了。就我们一路玩出去，然后想说，然后就说，其他成员已经到了，哈，这么快，然后就去彩排一下，彩排的那个活动，见面快闪见面会活动，彩排跳舞一下，对一下那个跳舞的位置，然后就开始了。快闪开始，啊呦呦！算了，你要帮我用哦。当然是快闪，快到不行的闪。里面看不到外面吧？看得到哎，其实没有说错话。他现在是针对我，你这个郁金香，这个小坏郁金香。没有味道，没问题，没有味道。对，现在是可以踢踢沙发，揭开他的真面目，肚子切开是黑的，沙丁哦，还是什么？原地的吗？沙丁还是发丁还是小沙发丁还是没有？它没有香味，我只是无聊的看到话又想闻沙丁鱼，沙丁鱼。沙丁，它长得很可爱，我夹到的沙丁鱼，沙丁鱼。好，然后这活动又开始了，就是你要弄上去，发丁发财。不是你为什么要？但是你哦，你真聪明。小空间是不是没有啊？也还好，只是我都没有再进去我的房间，太有趣了。但是我比较执着于这个布，这个布一掉，大家都会一起掉。刚刚这个布掉了，但是这个没有掉。大一点哦，它是那个马芬，马
分？反正我们就在开始了快闪活动，开始了快闪活动之后嘞，就一开始哎、欸、大家好，耶、yeah, 拍个照之类的，然后就开始跳舞了。这是算是我就是跳 room 的算是最前面的站位的一次吧。还蛮好的，我觉得我跳的还行，没有跳错。你好棒，对，我跳林允的位置，我觉得林允不错，我觉得林允很棒，我觉得他有一个跳的很好，就是他那个啾的那个，最后一次副歌之前。压下来的动作，就是大家都往下，然后转开下，压下来那个动作，它还有一个定点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注意看，那真的很好看。不愧是林允，霸气外露。然后我就跳林允的位置，人家男的在护法位，去芙蓉饭店，去芙蓉饭店护法护肤。欸、去芙蓉饭店，去芙蓉饭店护法护，去芙蓉饭店护法护肤。我觉得我蛮好的、啊，没有什么失误，不是没有什么失误，是零失误。哎、欸，对，当然成为一日护法，一日护法。蛮开心的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虽然有一阵子没跳，但还是 OK 的。地板蹦蹦蹦，其实我也没有感受过在看别人跳 Rumor 的地板，我也不知道你们。那个震动的感觉如何？是真的像地震一样吗？你要想象八个人同时在上面跳，就算一个人只有40公斤，也有320公斤在那边跳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你就想象一个320公斤在跳。好重，好，反正就是跳了 Rumor， 我觉得挺好的，不错，蛮开心的，蛮好玩的，然后就开始装饰蛋糕。哎、欸，那看起来很好吃，但你们怎么说很干啊？是哦，幸好没吃。我觉得蛮好的，虽然我不会画画，画画就交给刘小晴，就负责撒一点。点缀上去，挤一点奶油。哦，是放太久了，放太久会变干哦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不好吃哦。加点水，没有开玩笑。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好夸张哦，超好笑，是没那么夸张吧？那个18个人跳的地板都没怎样。哦，你说他在常温下面放太久是不是？好，然后蛋糕装饰结束，快闪！哦，我们原本要去吃火锅，但刘小晴要直播，想说就算了，下次哦。然后就回家了，回家下班。
对啊，而且我想说我还有报告没赶完，我就认命赶报告。昨天也在赶报告，今天也要赶报告，还有今天呢。可是我们公演是晚上，时间就很晚了，我就会想睡觉。真的、哦，你是 TA 哦？对啊，还有今天。哇，看看咯。没有，我明天中午前就要交，所以我今天就会把它弄好。先吃下去公演。没有啊，我们都是通常都会，哎，几点要去啊？下午对准备哦，中午再看看，真假？不用，这倒是不用担心。我现在吃婆嘛，就不太有，就自顾不暇了，拍谁？庆祝一下，你这么开心，恭喜你！谢谢同事，谢谢水锤。哎，我怎么我要打叉了、欸？这样就没有了。我按了两下，然后就按点到打叉了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怎么这样呢？那这样怎么呢？怎么这样子呢？不是我的意思说，所有新周边请记得买这布丁的周边，谢谢艾拉，谢谢水锤，谢谢谢谢。你要不要买这布丁？怎么又有？谢谢阿本，大家现在是发红包时间吗？谢谢谢谢哦，还有感言明信片，谢谢伯君，大家可以买我六张感言明信片。我觉得我写的蛮好的吧，还是我记错？我写了什么？为什么没印象？应该不差吧？哦，好像有印象了。反正我办事你放心。塞不下一千字，怎么可能塞得下一千字？布丁办事你放心，请大家记得购买布丁新的扇子周边。那我现在离开前面了，这已经发很多了，还有那个十一月的生写真。我忘记了，因为蛮久。十一月生写真，明天应该会发文。有，真的、哦、啊！我以前都去哪里？小侦探，没错。哎、欸，我蛮喜欢我这次的造型的，因为我是两个那个，我是两个蝴蝶结，我穿裙子，我是两个蝴蝶结哦，蝴蝶哦。啊，就叫我帮他发，我就帮他发，他就叫我今天帮他发，那我就今天帮他发。好吧，这里看不到。真的、哦？你两个小。不阔气，我没有绑两颗啦，我是说发夹，也没有到来乱，我觉得我蛮好的吧，我不是那种大蝴蝶结，是小的，是小的，小的，
晓得，反正你明天就知道了，你买了就知道了。嘟嘟，我觉得我蛮可爱的，自己说，我觉得我蛮可爱的啊。而且我那天很可怜，那是肠胃炎的病人。好哦，文案哦，还没。放大镜，我拿放大镜，谢喽。放大镜，放大，放大镜，放大，放大镜，对啊，我喜欢放大镜，我也觉得很可怜。放大镜，放大绝，没有开玩笑，放大镜。放大镜，放大你的钱，放大镜，放大镜，算了，明天再想。什么？你说放大镜放大绝？没有大绝啊，无大绝。但我很喜欢十二月的，先讲。放大镜放大你的钱，你就可以买更多包是写着的，再买更多卡。我要播那个给你听。我不能那个嘛，两极化，我就喜欢这样子。我要讲什么？我觉得我很喜欢十二月的，对。说到孙燕姿，我跟祖祖拍的那个 I'm no princess, I'm a queen 好像已经25万了吗？超强！我被演算法给推荐了，我被演算法操控了，但是我又被演算法给唾弃了。哦，因为他就轮流嘛。对啊，只是不了解，我不懂，莫名其妙，就是跟人生一样复杂难解。那是1.7万粉丝，谢谢谢谢那部 Reels 让我粉丝暴增，25.5万。1.6万人按赞，啊！你们又叫我8点多发啊！我8点多发了，一样啊，还是越来越烂。3.3万浏览，哪一个？不是25.5万吗？还是我看到的都是幻象？没有吧？因为那个影片比较短，但这个影片是一开始就普通而已，就是也是大概就10000，然后后来某一天就突然爆发了，突然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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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人生就是会有这种出乎意料的事情。没有啊，这不就是25万，25.5万？真的吗？10点多，可不喜欢太晚发文。中午前是这样，11点多。什么？这不是25.5万吗？我看到的数字是假的吗？这是25.5万，25.5。好吧，再看看。
好啦，十点多。那我明天十点多，如果没有成功，你的锅。十点多是多早？十点半。十点半。而且我是真的不懂我的 IG， 就是，怎么讲？假如说你的十点半之前，你的固定的粉丝就是成长到一个阶段。假如说你这阵子固定是1000个赞数，好不好？那这阵子就是这段时间固定是这样。但是你基本来说，你应该是要循序渐进啊，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，你的成长曲线虽然不用到非常斜率非常。斜率非常大，很大，走比较走一个。虽然不是一定要成长的多迅速，但至少要是往上成长。但我不是，我的就是人生，我就跟人生一样起起伏伏，曾经达到巅峰又坠入谷底，打回原形。对，我真的是不懂。真的是不开心，一般正常人都应该是要慢慢往上，好不好？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。唉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有啊，我原本不是我原本一点刚满1.6万，然后就 IG 就大鼓掌，然后就变到1.5万，但是现在又因为那个 reels 又变到1.7万。而且重点是，就是等于说我现在发我的贴文跟我的 reels 已经变分开的事情了，就是我之前发 reels 刚开始发，就是我刚开始发那个 cover， 还有另外一个的那个，这件事情导致我的那个贴文的战术也成长，知道吗？就是会进入到探索，但是就是变成说。就是我比较多在1000多赞的那几个文，我的哪有是猫叔我吧？不是，真的就是这种事情真的是很玄，你知道吗？它没有一个规则。然后我刚讲到哪里？反正就是我不是说，就我一开始刚拍 reel 的时候，流量爆高这样子。然后但是那些流量都是来自于没有追踪我的人，就是。在探索，大家看见我，就是我的比例，假如说可能就50%是我的粉丝，其他95%全部都是我没看过我的人，但是这样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就是更多不认识的人看见我。接下来阿公桑送的带你去流浪，对，我真的完全是被演算法愚弄的人类。好，然后对，但这重点来说，就是多拍 reels 是不是？会促进流量的成长，这两个是不是呈现正比？就是你的 reels 的流量跟你贴文量应该呈现正比，那现在呈现极反比。我们流量呢，那个 IG reels 流量是25.5万，只要你点进去看就是25.5万。但是呢，对于我的贴文完全是零成长，就是往下负成长。而且也不是这样哦，也不能说我多发文他就会给我多点推防，有时候我反而就是很久久久才发一次，成效也没有比较差。但是就是我的贴文就是我从最一开始就是到1000赞之后，就是持续了在1000左右一阵子。然后就突然暴跌，然后暴跌就暴跌很久很久，到现在都还是暴跌。之后最近就是偶尔才会破1000，然后也到之前最高就是1700，然后就现在又暴跌了。就等于说你现在看我的天文战术，跟我2-3年前就是一样的战术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觉得人应该是要。就算没有爆发性的成长，也应该要慢慢成长。但是我就是一直在原地，我就是被演算法愚弄的人类。
就是我不求一定要成长多少哎、欸，但是也不要让我一直原地倒退吧。大家都在成长，我一个人在倒退路，就是我非常伤心。就是其他人就正常的发文，就是很正常。我也不是说，就是我的发文不是说我真的很久才发一次，就是我也是很正常的频率，我也是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、啊，但是却不像一般人一样慢慢成长。我是这么多年来，我跟四年前的我大概一样吧，但也不会暴退啊。太多无用，有无用吗？我有到用无用的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以为嘞。真是以为嘞，是哦，但是，我真的搞不懂。反正我现在就已经退回到大概跟我四年前一模一样，那我到底是在干嘛？怎么不懂啊？就是很烦哎、欸。好也不烦，虽然我因为这个问题困扰很好几年了，就是有些事情还是看淡就好了，但还是要抱怨一下。不开心的时候还是要多选那个发泄一下，不然会抑郁成疾。我也没有一两天就放弃啊，我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了。谢谢红衣少救救你哟、哦！没有啊，就是就算拍了 reels 的流量爆多，爆到25万，但是对我的贴文来讲是零成效。谢谢吕冠松的戳戳你，你看我。多年前也是差不多啊，我现在差不多啊，500嘛，看我几年前，其实也是500啊，500，哎，反正这种事情就是，谢谢水锤的钟情玫瑰，谢谢大家，哎。一直来都不是被，不是被 IG 喜欢的人类。哎，我一阵子都是400浮动，然后500，现在都没有，哦，好像有好一点。在观察我以前的贴文，有些500，有些600-700，这是什么时候？2年前。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拍了那个什么新的 reels， 对不对？然后我的整体流量就成长，然后就是那阵子的那个按赞数都是来自于没有追踪我的人，就是从探索来的。对啊，是今年发的比较少，没错。然后已经拍最多已经120了，就这样子。对啊，也不是说你照片特别丑、特别难看、特别怎么样，就是很悬。反正我就不知道。对，就是应该要是，就是我没有求他多棒的成长啊，但可不可以不要？一直就不要有让我有退步的感觉。
反正就是退步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让人不开心的一件事情，这问题已经困扰我几百年，但总有一天也是要放弃它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认命，认命。没有关系，半小时没有，笑死。这就是人总是会追求更好的嘛，所以小小小的碎碎念一下，真的是无法无法。真的是没有解决，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件事情，真的是无法无法言语。对，好了，喝水一下。真的无法言语，各位，真的不是说我特别去，就是无解。粉丝是不是有在固定上升？那粉丝固定上升，但是为什么战术为什么是往后退呢？好气！好气！一直气气气气气气气！有些人都不会，为什么就只有我这样？我现在就是在那边怨天尤人，为什么只有我这样？为什么别人都不会？为什么只有我这样？为什么是我？这不公平！这世界不公平！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生气了。反正就是这种事情也是要放下自己，虽然已经努力放下很久了，但是还是要。是怎样？我是带动大家发文的一个人吗？好坏？我一发文，大家就跟着发文。反正就是。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我发文，可以第一时间马上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这种可爱布丁酱哟。对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让他去吧。气到不想截图了。没有什么马威可以下了，旅馆跳箱。我刚才在想，有一个跳箱的是什么？我以前有在直播发过啊，跳箱叫什么？马鞍？不是马鞍，还是什么？跟马有关系的运动。马鞍哦，鞍马，鞍马啦，马鞍。旅馆鞍马，跳马背，对，我其实要讲的是跳马背。旅馆跳马背，我知道。旅馆跳马背啦，跳马背跟跳箱不是很像吗？哇！
女冠跳马背啊，惩罚女冠跳马背，惩罚时间。旅馆的红包，无言以对。吸管就吹，把它吹好，结果发现完全没用，所以我们就去找脚踏车店帮我们充气球，我们就充气球。我明年也19岁啊，然后充气球之后再去充过去，什么意思啊？就跟我同年纪人，就是今年9月到明年8月。会满19岁啊？不会，他是拿那种没有很猛的那个。对啊，大一就是18到19岁，应该有打气筒，但是我们没有买打气筒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去找很多间打气筒，然后没有打气筒，就是没有那种气球的打气筒。然后我之前生日的那个，我好像把它丢掉了，我是以后会留下来。所以我们只好去那个脚踏车店，他没有付，我不知道丢了还是怎样，我就找不到啊，就不见了。对，然后因为那个打气筒也没有很好用，而且它好脆弱，就是我们今天在那边野餐，然后风就很大，然后那气球一直飞走，我们一直去抓气球，一直跑走，被吹风吹走。然后今天两个就都破了，一个是刚充完气就有点软软的，就已经在家再充一次还是弱弱的。然后对，但是拍照起来蛮好看的。没有，然后后来另一个有风一吹，然后它就突然就小起了，就发现它破洞了，不知道怎么会破洞。现在看我的图片，我已经很努力把它压好了。他在笑什么？我不能给你们看到他们的脸，
我们今天就野餐庆祝，我的野餐点点，然后买了肯圈鸡，然后还有他的礼物，还有蛋挞，肯圈鸡蛋挞好吃。哦，然后还有他的蛋糕，对，中间我是右边哦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他们都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，我素颜也很可爱。对啊，人真好哎，因为我们就在准备。哦对啊，哦哦，我们都在准备，然后他就在草地另一边等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布置好之后再叫他过来，然后他就走路过来，然后就看到两个奇怪的拿着大气球，哎，这个很大一个，气球超大一个的，气球超大一个，但是他今天两个都爆了，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还可以下次继续用，下一个人是一月生日，然后再来就是我19岁，结果今天就爆了，没有办法再用一次，我原本叫他放到他宿舍去，他说下次再用，好吧。但我觉得这蛮好用的，大家蛮可爱的，蛮适合拍照的这样。对，大家下次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反正就是今天就是快乐野餐时光。反正我们就是为了他的这个小惊喜跑来跑去。还要卖是怎样？充好气的哦，还蛮可爱的。但是那个蛋糕好，我这样已经穿这样已经很好了。我通常去小孩不会穿太那个。就还有看到有一个人穿的很类似旗袍的东西，我是心想他到底这么的穿着非常的独特。不是，我本来穿就不会穿多好看，就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在意他人的眼光，这是类旗袍，类旗袍不是到正色条，是类旗袍。哦对，然后我就以为今天会天气就是凉凉这样，但是现在就是今天这个天气穿这个是就是有点风就还凉凉，但如果我在忙的时候，我平常有时候去学校没时间就不会换。然后在因为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就很热，流汗就很不舒服了。他们也19哎，20岁在那个在大阪，反正呢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今天。也没有，就可能再说还很久哎，还有一阵子啦，我还年轻，心情还不定。谢谢大家追踪哦，我成为了第9名哦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追踪我的直播，在追踪键在某个地方，还有 IG。Pulling， 没有啊，就是那什么，我怎么没有拿去啊？就每次要拿去的时候都下雨，所以我就骑 U bike。明天晚上什么？明天晚上，然后要买生写真，我明天晚上会发，已经过了一半多了。没有办法，我每次要拿去的时候就都下雨啊，我没有要拿去的时候就不下雨啦、啊，我怎么办法呀？那人家逢9不要那个，对啊，没有，我当省钱的人，不是他就请我帮他今天发
啊，大家也知道我本来发业配就不会在前几天发，我通常都是在后面几天才发，他就请我今天帮他发，所以我当然就是今天就先帮他发。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哭哭，我自己就有了啊，我怎么不用我自己的？我只是想要解释一下，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困惑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好困惑的啊，因为就是人家请我这样今天帮他发，那我就今天帮他发，难不成我要等我自己发了才要发他的吗？就是大家也知道，我本来就是会有一个排程啊，就是本来就会规划说几号要发。干嘛？就发个限动，手指点一点。哪天哦？哦，其实，而且其实蛮奇怪的一件事情，就是，其实触及量也没有到很低，但是按赞的不多，可能大家嫌我这张照片拍的不够好。不会啊，我会为大家预留压线时间。哦，好了，开始截图，截图。对啊，现在人那么严格了吗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严格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严格？今天的心情，最近的心情。跳出来一根啊，我在后面了。麻烦表情，我以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算了。花儿，哦，哎，没有了。说说你哦，和啾啾你哦，礼物收集达到200开启。我以前不是有吗？他会把我收走，怎么这么残忍的一件事情？我会把他收走，因为有了破了就有了，是不是？他会收走啊？我以前不是有吗？我以前有吧？我记得我以前有啊。OK。就没啦，拜拜，下次再努力。好坏哦，他会收走，哎，先哭。
对啊，我以前有哎、欸。哇，没关系啦。好了，最后一次截图。耶、yeah.。星星花儿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下礼拜直播应该是礼拜四啊，我好像还没有更新我的日历，呵呵呵呵。那我就自己当 Siri 吧。Hey Siri。嗯哼。开心直播什么时候？下星期直播的预约在11月24号晚上19:30，晚上7:30。但是直播是晚上7:30，礼拜四一样跟这个这是同样时间。我没有。哦，11月17才对，太岁讲错了，是17哦，是17哦，我有，你没听见，重听，是17，下礼拜四一样同一时间，然后公演见，拜拜，记得买新扇子，买11月生鞋，买起来，拜拜。